这是快递公司的吧？哎呀，大家好，我叫郭荣宇，今年24岁，来自吉林省松原市七安县安子镇畅村。我的爱军宣誓，所有农活我都会，扛锄头把你爱。你这挺忙的我。啊，这都是亚子姐和王哥带的礼物。带啥礼物啊？我是看着了，我给大伙看一下柱子给我带的啥啊。哎、尿素。不是燕子姐，不是尿素啊，我尿素袋装来的。这啥呀柱子？我里边装的我们农村种的粮食，大米，我们家特产的。小伙子，这个是谁的？这个送给你的燕子姐。这送给我啥礼物？也是大米。这也是大米啊？对啊。这袋子不一样呢？我家的农村嘛，袋子多，我随便拿的。那这袋顶上写啥、啊、我看看。安南你你不知道我们厂上就有个二男呢？知道啊。啊，你看今天这个，你特地是就送用的袋子不一样，你还特地设计的？不是特意设计，我随便拿的。我家袋子多，特意不是特意拿的。啊，呦呦，你看正好迎合了。那你这。